三番四次哦，真的太夸张了啦！你今天怎样讲？我是观光列车的那一班新年，12月13号，台北捷运松山新年线南京附近站哦，18:04，首牌是图松山，向松山的西山区行至山西，3043边组，然后三番四次。 刚才很高，很高，很直接。谢谢各位的力量，拜拜。关闭车门，在南京附近站，关闭车门就难，拜拜。但是我要搭火车回瑞芳，今天没有要待台北，原本想要待台北，对吧？就这样，拜拜。